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五级考试。HSK 五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这些照片拍得真好，看来你的进步很大呀。谢谢您的鼓励。他们在谈论什么？二，你有出版社林总的电话吗？我看看，我这儿应该有他的名片。他们在找谁的电话号码？三，国庆节放了七天长假，你去哪儿玩了？没去玩，就回老家参加了一个同学的婚礼。男的国庆节期间做什么了？四，你怎么把身份证收起来了？一会儿还要用呢。不用，有登机牌就可以了。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？五，您好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？我按照说明书上写的步骤安装之后，就拆不开了。男的购买的产品怎么了？六，你真厉害，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么多东西的？我经常看北京台，有个生活频道，专门介绍一些实用的生活常识，这些都是我从那儿学的。女的是从哪儿学到这些生活常识的？七，穿这套西装，再系上领带，您今天真精神。谢谢你，晚上有个宴会，所以得穿正式一点儿。女的觉得男的今天怎么样？八，您为什么决定在这个小城市投资？有没有考虑到风险？任何投资都有风险，虽然目前这里还没什么名气，但是我看好它未来的发展。女的为什么在这里投资？九，没想到你钢琴弹得这么好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？很早就学了，不
不过一直是个业余爱好，也没专业训练过。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？十，我这嗓子还没好，还疼。那你得去看医生了。要不我现在就陪你去。男的哪里不舒服？十一，你快一点儿，车来了。急什么呀？反正两三分钟一趟，赶不上这趟，我们就等下一趟好了。男的为什么不着急？十二，你先把手表摘了再游，进了水就麻烦了。放心，我的这块表是防水的。这块手表怎么样？十三，好了，我今天的工作都完成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糟糕，我忘了预定座位了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十四，你帮我看看，怎么又没有字幕啊？我再教你一次，先点这儿，再点显示字幕就可以了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五，你大概什么时候能来公司上班？我刚刚交了辞职报告，还要办理其他手续，估计要两个星期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六，这么快就交完钱了？收银台那儿排队的人太多，咱们再去逛逛吧。女的现在打算做什么？十七，我想给八岁的男孩子买个礼物，你能推荐一下吗？好，我建议您买这个玩具火车，这个牌子很有名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八，这是公司去年在西南地区的全年销售报告，你拿回去看看。好的，我好好学习学习，先熟悉一下业务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
19。自从上周来到这儿，我这几天一直失眠。你可能还没有适应这里的环境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女的最近怎么了？20。小李，你原来不是在人事部吗？现在调到市场部了？没有，市场部最近做一个新项目，我临时过来帮忙。小李最近在哪个部门工作？第二部分，第21到45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你又打喷嚏了，是不是感冒了？好像是，要不要吃片感冒药预防一下？别乱吃药，多喝热水，早点休息。好，你把水杯给我递一下。女的建议男的做什么？22。趁着这几天休息，我们去看看房子吧。你想看哪儿的房子？我们去郊区看看，环境好，价格也相对便宜，反正现在交通方便。有道理，那我们去看看。他们打算去哪儿看房子？23，爸爸怎么又不在家？去老年活动中心了。最近他每天都去下象棋、唱京剧。是吗？我还担心他不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呢。没有，他现在的状态调整得挺好。女的担心父亲什么？24，我想买个保险，请帮我介绍一下。没问题，您想了解哪方面的？人身保险还是财产保险？我给自己买，我下周要去自驾游。我们有一款人身意外险，很适合您。男的为什么想买保险？25，小孩子是不是都不愿意去幼儿园？孩子们刚开始都这样，时间长了就好了。但是已经快一年了，到现在，我儿子一听去幼儿园就摇头。那你要跟幼儿园的老师沟通一下，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。男的建议怎么办？26，你打球的水平明显退步了，
我记得以前你跟我不分上下的呀。好长时间没打了，连球拍都不会握了。最近工作那么忙？也不是，主要还是懒得活动，没坚持锻炼。女的打球的水平为什么退步了？27，这土豆片挺好吃的，为什么不尝尝？你不吃零食吗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不吃油炸食品。你要减肥吗？不是，油炸食品不利健康，你也少吃吧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8，小姐，请给我开张发票。好的，您是开个人还是单位？单位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名称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29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在开会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您能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，我们已经很感谢您了。你昨天发我的采访提纲我看了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好的，现在开始。女的态度怎么样？30，你好，能谈谈参加这次比赛的感想吗？感觉很有收获，通过比赛发现了自己的不足。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暂时会休息一段时间，为明年亚运会做准备，争取拿冠军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31到3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老刘在河边钓鱼，每钓上一条就拿尺子量一量，只要比尺子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。有人问他，别人都希望钓大鱼，为什么只有你将大鱼都丢回河里呢？老刘回答，我家的锅只有这么大，太大的鱼装不下。有的人觉得老刘很可笑，但也有人说，享受你的生活，不要与别人比较。31，钓到鱼后，老刘先做什么？32，老刘为什么把大鱼都丢回河里？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，他身上只剩下一个犁了，
但他却惊喜地喊道，太好了，我还有一个梨，它能救我的命。他把那个梨紧紧地握在手中，继续在大漠里行走。他望着茫茫无际的沙漠，很多次对自己说，吃一口吧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还是留到最干渴的时候吧。于是他顶着烈日继续艰难地行走，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三天，终于走出了沙漠。他久久地看着手中的那个梨，那个梨早已经干瘪了，可是他还是把它像个宝贝似的紧紧抓在手里。就是这个梨给了他希望和勇气，让他走出了沙漠。就是这个梨救了他的命。33，那个人在沙漠里遇到什么问题了？34，那个人为什么不吃梨？35，关于那个人，下列哪项正确？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一个小气的老板叫他店里的小伙子去买酒，却不给钱。他说，用钱买酒，这是谁都能办到的。如果不花钱买酒，那才是有能力的人。一会儿，小伙子提着空瓶子回来了。老板十分生气，责备道，你让我喝什么？小伙子大声回答道，从有酒的瓶子里喝到酒，这是谁都能办到的。如果能从空瓶子里喝到酒，那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。36，老板让小伙子去做什么？37，老板为什么生气？38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最近音乐学院举行儿童演唱会，麦克风前都是7、8岁的小孩子，他们的演出非常精彩。演唱会结束后，大家一致要求老师讲一讲是如何教学的。老师说，我教孩子唱歌通常从3、4岁就开始，不过孩子们最先需要学的是礼貌的站立姿势，其次是要学会如何向听众致谢。为什么？如果一个孩子演唱完了就走开，或只会呆呆地站着，听众往往会忘记表达对演唱者的感谢。如果孩子致谢了，听众都会报以掌声，
这会让孩子备受鼓舞，对孩子的演唱大有好处。掌声是最好的鼓励。39，唱歌的孩子们多大了？40，老师首先教孩子们什么？41，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学习表达谢意？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两个商人背着商品，准备翻过一座山，到另一个村子去做买卖。其中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叫苦：哎，山这么高，累死了，以后再也不去这个地方做生意了。而另一个人却说：我觉得这山还不够高，要是能再高一些就好了。第一个人觉得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。这个人回答说：如果山够高的话，许多商人就会像你一样知难而退，那么我就少了很多竞争对手，可以挣更多的钱了。42，他们为什么要爬山？43，第二个人觉得山高有什么好处？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当人事部门面对较多简历无法一一面试的时候，会先通过电话面试来挑选应聘者。电话面试短则5分钟，长的会有20到30分钟，这取决于人事部门对应聘者的判断。作为应聘者，突然接到电话面试，应该如何应对呢？应聘者接到电话的地点可能在任何地方，如街道、商场、公共汽车站等，这些地方声音太吵，不利于沟通。这时，你可以主动要求另约时间再联系。比如说，对不起，我正在外面，比较吵，是否可以半个小时后给您回电话？人事部门一般都会答应这样的要求。这时，你要留下对方的电话，到约定的时间主动回复电话。44，什么情况下人事部门选择电话面试？45，这段话主要说的是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